玩的那个群里面。没有那个呀。这个到了小高潮的时候啊，我们的 B 站上一直有弹幕在问接下来这个曲子什么时候表演啊，看应该是我们的老粉丝啊，我们的演员稍微的准备一下，因为呢接下来这个曲子呢虽然表演的人台上两三位啊，但是会很酷酷的表演啊，接下来呢也是来展现一下我们的民乐演员是很多元的啊，想在台上作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还会比较多。看来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说了，这个意思是